可以在这里偷偷摸摸的看着。来啊，情感。发现这个套路爽哎，真的爽到飞起。哦，你他妈在这点啊，真的。起飞喽。你他妈也太看不起塔了吧。塔欠你的是不是？哎，我好想 TP 过去再把死神杀了，但想了一下算了，放啊放他也。这个请你放个六小子，跟电脑差不多，除非真的是妹子在玩。这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只想回到塔下补刀啊！那后面那个谁谁谁？对对对，后面的。这个可以，待会儿微博私聊。来来来，你 A 他，你。那算了，这个 A 的话会不会死？对，这波饲料填充的不错，别填一点的话就好了。先不着急找队友，先把后面的那个杀了。哎，这个可能真的妈是个妹子。又不像，先别着急打，看着。现在在塔下补刀嘛，这局打完了的话，给你们来两把峡谷大号吧，怎么样？我大号又好久都没打，今天他妈的打了好多把人机，好难受啊！今天他妈打了三把人机。装都能吹歪了，这个武器是真的偷天，我觉得这武器见人就要敲的那种，就是他不敲人，但是他浑身难受。啊！抢我去！
谈好时间到了是不是？泉水界宝贝儿，要密码攻击力很高了。看他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！回来了，却不想再出去了。玩大乱斗啊！妈的，算了，结束小区玩大乱斗了。先回家一波吧，当时我也不想回家。我想回家之后直接神装，7000块钱应该能买点东西了，2300、2000多，能更新个4年的话也是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钱应该是够了。我记得还活着呢。你们就在外面待着吧，千万别回家，回家了就再也别想出来。
为缺水买不了东西，好像大家都是峡谷人，但是好像货币不通用，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。如果对面的泉水你也能买，太好了，这样的话我能边杀边买货边换装备，知道吧？什么时间点什么装备更加的适合一点，那太香了。死了终于回来了，感觉竟然还把我们进阶杀了，是最骚的。这个亚索再也不怕攻墙，这亚索可能挂机看电影去了。刷新了啊！还是让你挂机看电影，怎么就回头就是面对西风吧？这个钱就用不了了，又5000多了。要能多买几件装备就好。就是在他们泉水里再给我个装备格，我再买点装备。亚索不乱发疯墙，疯墙就是一个大招，我跟你说。啊，这大人怎么死了？这盖伦一人守杀路啊，对吧？发财了。哎呀，我好插人啊，好烦啊。感觉回家里啊也挺老实的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就这个感觉很老实，回到家我就住在泉水。好吧，想出去啊。